Hello， 我今天原本预计是9:30出门的，但是现在已经9:50了，因为我刚刚突然发现我打印的资料好像少打印了几份，所以我就一直在找，然后发现我还没有找到，所以我现在要去就是重新把那两个资料打印，然后先去洗衣服。而且因为今天下那个召集委会来我们学校，所以我打算去看一下。虽然我不是什么球迷，然后我也平常没有看球，但是还是可以去看一下，看一眼，去体会一下那个氛围。好了，我打印完了，我现在要找一个车子骑过去。但其实今天天气还蛮舒服的，其实走过去也没有什么问题，就只是怕这个点过去位置比较少而已。但不然走过去其实也可以，所以我现在还在纠结，要是没有车就走过去。然后给你们看，现在开放之后都超多人。放弃了兄弟们，我还是要骑过去，我要热死了已经。扫个车吧。就决定是你了，我的高档车。现在在去篮球场的路上，不知道会不会很多人，我已经提早出门了，希望不会太多人，然后有一个好位置。我是从北区赶来南区的哦，超抱怨。快到了，已经有篮球声了，而且好像有点多人呢。进球！进球！
啊！三二一，你这是胖还是肥？